好，今天是5月30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我看一下，今天上涨344点。哦，如果你上周跟上上周都有在听郑军的分析，台北股市看新台币的汇率，看哪一条线？月线。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涨344点，他说涨344，这根本像不像那个豆丁的泥缸？哎，我讲过，我如果带指数真的会赚翻的，我没骗你。我带指数，我看可能一下子就翻两倍、三倍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指数哈，我没有带指数。来看看台北股市哈，这是台北股市今天涨344点。如果你都有在看郑军的分析解盘，我讲很多次了哈，分析。不用在那分析事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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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看啊，那没用啊，你就看新台币汇率就好了，不是讲过了吗？不是跟你讲看一条线叫什么叫月线啊，好不好用？非常好用，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我说什么时候破？破升值嘛，破代表升值，那破月线代表呢？哎，代表机会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从来都没破，从来都没破啊，从这边之后就开始一路升啊，狂升啊。投资朋友，欸，往上是贬值齁。投资朋友，那我也讲过啦，你股价当汇率的汇率齁，汇率往上走，那台北股市一定是往下走的。连看都不用看啦。那你再看一次齁，你再看一下新台币汇率。这个位置代表什么？代表转折点出现。事实上这个位置最高。这个位置最高代表台北股市有可能是最低，哎，最低，你再看一次，好神奇啊！这是最高29845，29.845，它是最高，那最高就有机会形成台北股市的最低，果然最低。所以我告诉你说，我是这边跟你讲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有没有空，你可以去看看这一天我基本上讲什么。这一天大家开始恐慌，因为又跌破短期的下降趋势嘛，上升趋势，不好意思，跌破短期的上升趋势。这一天很多人很恐慌。但我讲什么？我说别惊啦，各位大的，别惊啦，别惊，别惊，投资朋友。啊！你看台北股市，好不好？欸，我都照我带指数操作，可能赚翻了。我看一下这边可以赚多少钱了，啊。这边的话15，算16好不好？算16000，16000今天已经多少？16600。哇塞，那不是翻倍，翻身翻倍。好了，不讨论这个，这个叫指数了哈，这个叫指数。来到股票市场是看股票创新高，这种位阶的时候我讲什么？这边我讲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印象？这边我讲什么？我说啊，他赚的，我已经讲 N 次了。我说啊，那时候我在讲什么？我说巨亭1539的巨亭，它最起码一块半比提维西都快要多了一倍。那提维西已经来到这种位置，投资朋友，提维西已经来到26.7块。哎，等我一下好了。哎，卖个卡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哎，继续看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是 Life 的节目哈。我说，巨亭赚的都比 TVC 要多一倍，哎，啊，它的股价27块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我说它股价比什么？比巨亭要高啊，巨亭26啊。啊，提维西27，我有没有讲啊？我有讲吧。
我说你应该不会去买这个吧，投资朋友。那你听的，你听得进去的，事实上你跟我做是轻松赚啊，轻松赚啊，因为我们当时候的提维西有没有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送的，这个位置送这一张，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没有送了报复性的反弹股啊，就这个位置。这是我们那一张个二十档的有没有？二十档左边的倒数第四档，就提维西啊。那我也说你上来你错过，你错过没有关系，你错过可以来买新的啊。上礼拜一还有开平盘，涨停。礼拜二涨停，礼拜三差一点点，但是我们25块再买回来。欸，其实价差我没有算进去哦，价差算进去的话，单周我单周一定超过50%啦，绝对超过50%啦，单周一定50%啦，绝对50%啦。这是上周嘛，那当然老掉牙啦，上上周、上上礼拜一。涨停，礼拜二涨停，礼拜三涨停，礼拜四涨停，礼拜五还是涨停，被我卖到涨停板。那我又跟你讲了，我有跟你讲哦，这边做什么事情？你看一下成交量，够来几盖？分盘交易够来几盖？啊，分盘交易买第几天？买第几天？啊，那样呢？哦，这个先卖供啦，我这先卖不爱讲这个啊，我先卖供，你们慢慢看就好了哈。那请问投资朋友，上个礼拜全市场第一名的股票，它叫巨挺，为什么？好，我要说明了哈。投资朋友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四月单月是 0.82， 它第一季是跳 1.5 嘛，巨挺。可是当你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就看到了、啊。刚刚可能是我的小蜜蜂要来跟我分享新的，我的小蜜蜂了。刚刚是小蜜蜂打来的，我讲是讲真的，是我的小蜜蜂哦。因为我也不是三头六臂的人啊，我也只有两只手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比较厉害啊，但是我的资讯比你厉害。我的资讯比你厉害，再多看一档股票来。这档股票大家都知道吧？金彩科。为什么我在低档去推金彩科？投资朋友，金彩科1块钱，1.09了哈。第一季1.09已经追到快去年哦，1.22。可是投资朋友，第一季赚1块钱的金彩科，真那么飙，老是这么飙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不要追喽，不要追喽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也是一样啊，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金彩科又开始公告他第四季的财报多少钱？单季多少？ 0.5。 但是我要跟投资朋友讲，当你知道金彩科四月单月 0.5， 当你知道巨挺四月单月 0.82， 噔噔，不能买了，不能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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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不是低档区哦，大家都知道已经涨了一倍了，涨了一倍了嘛，大家都知道了嘛。那请问大家都知道一倍，一倍的涨幅之后是谁进去买？大户啊，大户还是主差差利？我们不能讲那两个字，你们自己去想哦。这样你懂了吗？你还是不懂，投资朋友。来股票市场，坦白讲哈，很多人在讨论基本面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很多人都用什么？用推算的方式，或者是乱推。乱七八糟啊！而有的单季才
可能第一季赚个五毛六毛，啊，给你推低这个今年可以赚八块，赚五块。你们有没有收到这种扣讯啊？就是你会发现说，林老师常常发一些莫名其妙，就是明明他第一季可能单季只能赚五毛，可是他可以给你推全年可以赚五块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推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我从来不帮你推，我从来不推，我不会去帮你推算 EPS， 你自己去推嘛。但是当你们在推的时候呢，我应该会下车，因为你在推了嘛，你在推算它的获利的嘛。但我早就知道了，投资朋友，你常看我节目常讲的一句话叫千金是早知道，千金一定是早知道。你跟郑钧一样千金，哦，又胖又丑，哦，那么重，哎，千金，我就是千金呢，啊。但我千金我都早知道啊，这样你懂了吗？还是不懂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还不懂，那你又不来拿，你又不来拿。我，哦，这一张今天又好多一堆创新高呢，那我上礼拜暗示你都听不懂，我也没办法。上礼拜了，你听不懂吗？来看一下电脑，看，东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提示啊，不知道怎么提示。这个是我们送资料的右边，右边算下来的第四档，右边，你们可以核对一下哈，就我送资料的这一张，同步核对一下，这是右边算下来的第四档。很多股票都没卖啊，第啊，现在共结啦，这第五档给我创新高，汉雷。啊，我是第一档去送的，我已经送三周啊，上去啊，投资朋友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后这个右边倒数第三档是哪一档？倒数第三档，我有讲过哦，3093，港建。哎，但我这个资料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这资料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同步核对。我这个资料上面是写打错，是写建港，建港。我们那个助理没有核对好，建港。其实它叫港建，可是我节目上都讲港建哦，我连这种位置都跟你讲港建哦，港建啊。那右边倒数来的第二档，右边倒数过来的第二档，它又创新高。核对一下哈，右边倒数第二档是不是三幅画，跟台积电有关系的三幅画？那当然，右边的最后一档联宇一样哦，上来都叫你不要追喽。我上来都我跟你讲不要追哦，啊，你后面做事什么是白费力气啊？白费力气啊，白费力气，我不会骗你啦，因为随时会下来，随时会下来，就跟你讲过啦。你不要去淌后面的浑水啊，因为投资人前面的你不赚，你要赚后面的，喔。你前面有这边送你的呢，哎，送你三周啊，你没来，我三个礼拜送你，哎，欸，同你没来啊，你这边淌浑水，没什么，我跟你讲没什么肉，但是下来你就知道了，下来你会跑不掉哦，下来你会跑不掉，好，有没有送？有没有报复性？有啊，有啊，但你不要讲，你不要拿那个其中的一档两档，老师还没报复，那你要起步骤啊，你哪奇怪啦，啊？那我怎么可能给你二十档，然后一起全部二十档一起喷，同一天一起喷？不可能，就跟你讲过了，他会轮流嘛。轮啊，会轮来轮去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但说实话啦，你只要不要去订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今年不适合订高基。啊，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真诚，我今天要做生意，我就跟你讲订高基，赚翻了哦！你看我上周，你看我大江五天五只订高基哦，订刚好订个并不给啊啊，订完过来订巨停啊。我也可以跟你说今天的，但是不用这样做啊，时间到他就会喷 啊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整理嘛，整理再跌我都敢跟你讲啊，
我都敢跟你讲啊，我不是说都抢对的呢。哎，你记得我上礼拜介绍一档那个叫那个晶片的那个奈米雷射切割，泰森嘛？哎呀，你有什么感觉哦？老师无啦，无买啦，唔敢买啦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跟台积电有关系的股票，来看一下，好啦，来这支你有听过嘛？哈，中沙，中沙你知无？知。这你知啊，但是我现在不可能叫你买这啊。它平台区你第一根可以买，或平台区这边晃你可以买啊。突破第一根你可以买啊。但是今天我就不会这样，但是我只是跟你讲，就是说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，因为台积电上来的，我都有跟你们讲过了。接下来，好、哦，接下来你们要去锁定，你们也不见得就是说全部都要去锁定那些小型股。那台积电上来，不见得要买台积电。这个我没兴趣啦，这个在想弯，然后我歪偏了。你现在中沙嘛去哩，但是你爱想看嘛呀？中沙是做什么的？它是跟台积电有关系的钻石碟嘛，这叫钻石碟。有空去研究一下什么叫钻石碟，钻石碟对不对？啊，这是钻石碟嘛。啊，那你看一下奈米雷射切割8027，干那要喷啊呢，老师，嘿，干那要喷啊吼。这个跟中沙加阿美喷吼，阿美喷一定不爱啦，我不爱骗啦，加阿美喷嘛，啊，这就是安尼阿美喷嘛，对不对？阿美喷啊，还没喷啊，还没喷，你怎么会要？啊，喷了40块，哎，喷了40块，然后就一大堆人来问啊，哎，老师中沙可不可以买？老师中沙可不可以买？你买中沙，你不如买泰森，因为他还没喷啊，他还没喷啊。他还没喷啊，他喷了，你也买不到、啊。讲过了嘛，他接谁的单子？接台积电单子嘛，奈米雷射切割嘛，都独门的啊。台积电的这个钻石碟，中沙，但那专有名词你们自己研究，我不爱得时间跟您讲这個，下面有个钻石碟，然后就奈米雷射切割。因为他一个机台都讲过了嘛，300万美金，那等于卖一台，哎，卖一台可以大概营收会多1亿啊，因为他的股本才8亿嘛，啊，卖个10台，啊，你再去算他的毛利率，这样会赚多少钱？那如果卖了30台，因为有些你们不懂嘛，啊，不懂啊，我们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讲那么白嘛。但是奉送的嘛，奉送啊，你爱等嘛，啊喷出去，你就讲我无啊，老师我无啊，哎，喷出去你一定无的，啊，你永远拢无，啊，无你是有啥物啦？我现在搞不清楚你是有啥物啊，我现在想拢无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我们重新来啊。但是我先跟投资朋友讲，就是说还是有很多机会，真的很多机会啦，连那种低档区趴在地板上的。你们有发现啊？我讲了三档低档区不要杀的，啊，文茂、生家、台盛科。那台盛科我前面已经出掉了嘛？来看电脑比较快。台盛科我出掉嘛？你怎样嘛？来，台盛科我有出掉啊！欢迎朋友见证一下哈！欢迎朋友，我有没有说谎？这我没有出掉哦，我有出哦，我没有出嘛，对不对？有建议啦，就是说有的人要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上礼拜五它涨停板嘛。文茂啊，今天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赶快啊，一样啊，还是建议啊，还是建议持有啊。但是今天换他上来喽，哇起来啊，投资朋友，哎，你莫看安尼嘛，未歹啦，嘛未歹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两个缺口啊，这个我没在看的啦，这个有机会哦啊，有机会就是从这个缺口跟这个缺口的一半。就是安尼，都做股票都无困难，就你无遐侪钱，你无遐侪时间呐、啊，啊，你拢要快。哎、欸，我有听到你们的声音，我真的要修正一下。我要跟投资们讲一个好消息哦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太铁齿，太铁齿。
我之前都讲说你们不要那边好冲来冲去，因为可是后来有一些观众朋友有在跟我聊，他就说老师你都说不要冲来冲去，可是我就是想要冲来冲去啊，因为你说不能冲啊，后来我去找别人，结果他们找了别人之后呢，很糟糕，多糟糕，因为每天冲的跟节目上讲的都不一样。那后来有跟我反映啊，就是说老师那与其他们那边冲来冲去有没有？讲的都不是实际上的，那干脆老师你来帮我们，你来帮我们。那我想想也有道理耶，我想想真的有道理耶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啊，既然阿尼讲嘛有道理，那我干脆我来带你冲。所以我今天想要发自内心跟你们讲哈，你们要冲的就来找我吧，因为太多人跟我建议啊，我以前超铁齿的，但我现在想一想，你们既然要跟别人，有没有？胡说八道乱讲的乱冲的，那不如来找我实际上的。什么叫实际上的？看一下哈，实际上的冲哎，今天开始哦，冲哎，好冲走哎，今天开始哦。这支股票哈，第一季单季获利赚的比去年全年还要多两倍啦，盈利率从5%跳到25%，毛利率差不多50%，第一季单季竟然啊比去年全年的两倍还要多。涨停板，干脆这样子啦，要冲的来找我。那我先讲一下哦，我的没有比较贵，但是也没有很便宜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啊，不要拿跟别家来跟我比哦，老师把人较俗，你紧去啦，你紧去，那个老师把金较俗，你紧去啊，都不是实际上操作俗，有个屁用啊，俗。小米都无好货，你是捌啦是唔捌啦？但是我嘛无较贵哦，我嘛无较贵哦。我没有行销，我只是说你们想要再来找我啊，不要就不要来，没关系啦。啊，不要来就自己做嘛，跟你胡说八道老师乱做嘛，没关系啊，没问题。那你真的想要赚钱啊，都赚不到钱，你要赶快来，因为真的再次跟你们说声谢谢，好挺正军，真的啊。六月谁最标？开始酝酿了哦。你要来，你真的要来啦！端午节过后你就知道了啦，端午节过后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你还没登记的，麻烦你去登记，麻烦你去登记，因为你有登记，我才能够带你反败为胜。去登记吧，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。财经第一台，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。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，才能看得更远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
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。好，命运跟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头上。要的话，赶快来挺郑军，因为你挺我，我也会让你反败为胜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没来挺的，赶快，因为六月谁最标，箭在弦上。刚刚你们听到那个第一趴，那个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我看到一个讯息，噔噔，哦，眼睛发亮，哈，赶快来。我每次在还没涨都会跟你讲，噔噔，眼睛发亮，那你要赶快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来就有这种感觉啊。还没涨，我都跟你讲啊，噔噔有没有？噔噔就是上上上周五天五只，噔噔巨停上周也是五天五十趴，对，那今天也有很好的表现啊，随便啊，青菜会不会平啊？青菜，青菜都标也没标。哎，今天想知道这一档的也是一样哦，可以哦，可以来电哦，或来 TGFB 登记啊，登记就跟你讲嘛，没问题的、啊，来啊，要来啊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个，重点是这个，这个啊，我想要感恩回馈给大家。哎，不是商业活动哈、哦，不是商业活动。那真的希望你们来啊，因为你们错过不要再错过，你们要来体验一下，体验什么？六月是谁最标？那今天只要有来登记，不管是 LINE TGFB 或者是什么来电，只要有来登记，通通可以体验。怎么体验？很简单，仍然是老规矩、老动作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